想想，我这次约你出来，其实有话想对你说。自从天台之后，我一直在等你。给我闭嘴！想想，你对我。 你什么感觉？想想，还是那么主动。你这手汗有点大呀，应该是太紧张了吧。不过不重要。 重要的是，我又可以握住你的手，静静的看着你。完了，今天的 NPC 都得包工伤。僵尸王，藏宝图拿出来！ 这是什么弹跳力？奶奶，你刚才挺厉害的呀！啊，演技不错，之前都是跟妈硬碰硬，现在学会了还手手段了。你也不赖啊，哥，多亏了你给我打掩护。啊，吃吧，谢谢哥。嗯，哥，你也吃。哭什么？
我就想到你小时候了。你小时候啊，就老跟在我屁股后面那么转啊转啊，就跟个小跟屁虫似的。但自从我出国回来以后，咱俩就生分了。我出差给你买的手办带的礼物，你也就爱答不理的。这是演哪出呀？怎么还开始苦情戏了？哥，我那个时候不是还小吗？不懂事儿。我知道你一直在生哥的气，我其实也都特别后悔。我当初出国留学，把你一个人留在了寄宿制学校。我后悔当时为了满足爸的期待，没有能够坚持留下来陪你。这些话，要是乔楠能亲耳听见就好了。哥，那都是以前的事儿了，过去了，人还是得朝前看。朝前看，朝前看。多亏了孟想想，要不然我真不知道你能有这么大的改变。这样，只要你们不耽误学习，我不反对你俩来往。你懂我的意思啊？明白。行，你继续作业吧。哦，不打扰你了。一二三，好了，别催了。怎么了？这回彻底锁死了。王玲玲，快给乔楠打电话，我的哮喘药快没了。好，我马上给他打。什么？我马上过来。乔楠，这是你的身体，你一定有肌肉记忆，把我带到你身边。用你来握握手，刚刚好。
对不起。终于等到这天，与你相见，十八岁的夏天，风吹走我心中的小事。我想想，喜欢的是乔南啊，你不觉得他俩挺般配的吗？没想到啊，你这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竟然栽在了密室逃脱的手里。喂，你这么说就不厚道了，哥要不是为了帮你解决方丽丽的问题能遭这罪吗？那你赶紧过来是磨磨蹭蹭的干啥呢？我干啥？我还能干啥？帮你收拾烂摊子，解决家庭矛盾呗。今天要不是乔瑞，我出不出得了家门都两说。乔瑞，乔瑞，又是乔瑞！感情你披着哥的皮，天天跟乔瑞培养感情。你说，你到底喜欢的是我还是乔瑞？说啊，说话！啊！你怎么了？没事，心脏突然抽了一下。就你这破身体什么时候能够换回来？我的意思是，虽然咱俩一时半会儿暴露不了，但老这么下去也不是事儿啊。眼看这跆拳道比赛就要开始了，我看你很难神功大成。对呀，而且我不能总让你替我行功减学吧。所以呀，赶紧想办法换回来。可是该想的都想过了，该试都试过了，不管用啊。咱上次是跟电影里学的不靠谱，这一次咱整点有科学依据的。什么灵魂互换的科学依据，一点都不靠谱。用力！大家停一下。哟，
这不是一班班长吗？有事儿啊？南哥，自从上次密室逃脱之后，你潇洒的身影和果敢的智慧令我辗转反侧，寤寐自负。经过多日慎重的思考，我特此申请加入跆拳道社团。什么密室逃脱？啊，不重要，那是咱们南哥的魅力大，连一般的模范生都无法抵挡。对，有道理。江海，你是不是吃错药了？南哥，我是认真的，请你务必收下我。南哥，我感觉这小子挺诚恳，要不你就把这小弟收了呗。什么收小弟不收小弟的，真当自己是古惑仔？我们是正规社团。南哥，我一定跟随您的步伐，秉承您的精神，让跆拳道在英城中学发扬光大。收了呗。真诚的。哎，走。说江海加入跆拳道社了，啊？他这是唱哪出？他应该是密室那次受刺激了。密室就他那弱鸡样，是该练练。不是，那你还需不需要我帮你俩撮合撮合了？还是让我独自美丽吧。大家休息十分钟，喝口水吧。我这有件新的，你先把它换了吧。谢谢。对不起啊，江海，之前是我疏忽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你刚来跆拳道社，也不知道这的规矩，听说之前乔楠提出来的。啊？啊，是我提出来的。每个进社团的新人都要经历一次这样的欢迎方式，有点像武侠小说里加入丐帮那种仪式吧。不过应该告诉他们下手轻点。没事，本来我也缺乏锻炼来着，而且整个过程很快。其实大家都挺热情的，就是下手有点不知轻重。你要是遇到什么困难，一定要及时告诉我。到了跆拳道社团，大家就是一家人。好。现在进行本学期第一次月考。大家不要有未考的情绪，要认真对待每一次考试，这样才能做到平时如高考，高考如平时。正好老师，这小一套试卷。不可能啊，他真没有。卷子都是密封保存的呀。那出来个人。说谁吃了熊心豹子胆敢偷月考的卷子，又是跆拳道那帮小子，看我不好好收拾他们。把莫老师叫到办公室来。哎哎，好。跆拳道社必须关闭，我要彻查他们每一个人。主任，您先消消气。这事儿不能先入为主的就认定是社团的孩子们干的呀。莫老师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您还在这护短呢？以乔楠为首的那帮小兔崽子惹了祸还少吗？那学校的坏事哪件不是他们干的？什么叫坏事都是我们干的呀？换我名长就喜欢戴有色眼镜看人。就是，我们可是有底线的，像这种偷考卷的龌龊事我们干不出来。必须找他理论去。对，给兄弟们讨公道。哎，先别急，老莫不是在帮咱们说话吗？看看情况再说。
这帮孩子皮是皮了一点，但我可以向您担保，他们绝对不会做出道德败坏的事情。这里面一定是有什么误会。能有什么误会？莫老师，我告诉你，就是乔南为了保住跆拳道社，他答应我，他们社团每一个人均提高30分，这一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所以他才走上歪门邪道。主任，这几个孩子学习是不理想，但不能因为成绩就否定了他们的品性。另外，凡事都要讲证据，仅凭一个看不见正脸的监控，怎能就认定是他们干的呢？怎么就不能认定了？从昨天晚上锁上办公室门开始，到今天早上打开，只有一个穿跆拳道服的学生从门口进入。你告诉我，那个试卷不是他偷的，哪能从空气中蒸发的？怎么不说话了？莫老师，清者自清。你现在可以陪他们去教室里把书包拿过来，一个个检查。对，他们跆拳道社不是还有一个自己换衣服那个更衣柜，一起查。主任，我知道您瞧不上我们这些学习成绩差的，但是你也不能这么冤枉我们。我们确实需要这30分来保住社团，但我们也会信守承诺，通过努力学习来达成，而不是偷试卷。学习？你们要是努力学习还能留在五班？主任，何必说这个话呢？教书育人没有必要阻止孩子们学习的积极性，更不要轻易否定他们的人格吧。就是，主任，这事儿跟社团真没关系。您如果不相信我们的清白，我可以让您检查书包，可以开更衣柜检查，但如果没有，您就必须要和我们道歉。江海，我还没顾上说你呢，你说你一个尖子生，全年级尖子，你跟他们混在一起干什么？好，既然你们也答应检查了，走吧，谈谈那事。走。跆拳道社出事了，快去看看。江海，去把柜子打开。不能开柜子。为什么要开柜子检查？主任，整件事情有那么多疑点，您难道一点都不觉得吗？按照您之前的说法，我们偷卷子是为了作弊，那为什么会故意穿着跆拳道队服去偷？偷完还不带回家把答案抄好，竟然傻到锁在柜子里等人查，这不是傻瓜逻辑吗？当然，在整件事情没有查清楚之前，监控拍到了我们的队服，所以我们跆拳道社的每一个人都有嫌疑。也包括你，江海。我刚来，还没有队服呢。但你不小心把可乐洒到了郭志的道服上，你答应帮他洗。大家休息一下，喝点水吧。南哥平时跟人说话都这么温柔的，怎么感觉跟传的那不太一样啊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我们南哥那是铁汉柔情。你几个意思啊？对啊，我是帮郭志洗了队服，应该还没来得及吧？最起码晚上还没来得及洗。我洗个衣服而已，跟偷卷子有什么关系？乔南，你不要加火饼，赶紧打开柜子就知道了。柜子要开，监控也要查。柜子我当然可以打开，但开柜子之前我建议先报警。偷卷子这种行为不仅触犯校规，应该也构成了盗窃罪。不能报警。为什么？因为卷子找到了。主任，卷子在讲桌底下找到的。你想想，最近到底在搞什么呀？都不见个人影儿。还挺刻苦。
鬼鬼祟祟干嘛？我觉得江海这人很可疑，他不仅故意弄脏了顾芝的道服，还要帮他拿回去洗。江海？嗯。明年月考的英语试卷。哼，我就说他为啥突然要加入跆拳道社，原来是为了这个。我不把这视频发到校网上，男校我心头之恨，我告诉你。没必要把事情做这么绝吧？你这一视频一发，江海就全毁了。那谁让他栽赃陷害的？小月我就以牙还牙，怎么了？乔楠，你真不明白？江海这么做还不是因为你刺激的，滥用我的身体。撩完江海就跑，不觉得自己有点太渣？啊，行了行了，别再往下说了。不过，我倒是同意给他个教训。怎么做？明天看他怎么说。咱们将计就计。江海同学可真是有先见之明啊！明知是一场误会，所以才说不要报警了。监控里拍到那个人是谁呢？我能看看监控吗？这个啊，主任，这个人是我。那天练完跆拳道，大家把厕所都占满了，我就只好去教务处那边上个大号。乔楠，这种事情你为什么不早说？我忘了。江大班长，以后可得吸取教训啊。卷子掉在了讲桌底下都没发现，闹出这么大个乌龙，得亏我找到了，要不然跆拳道社得背多大一个锅。刘主任，主任，现在跆拳道社是不是可以解除嫌疑了？行了，事情既然真相大白，都散了吧，散了散了。等一下，主任。你应该跟莫老师道个歉。啊，我啊，不用不用，误会一场嘛。莫老师，之前呢，我对我班的孩子确实心怀偏见，太不客观了。对不起，别往心里去。没有，误会一场嘛。好，行，那算了吧。误会一场，误会一场。算了算了算了，走吧。为了南哥，为了跆拳道社，我们拼了！
这次我可是救了整个跆拳道社，在他心里还不比乔瑞高两分？高岩，你生日会要邀请多少人啊？我学的手都累了。哎，你们最近有没有觉得穆小燕变化挺大的？我有点想邀请他来参加我的生日会。什么？邀请这种档次的人？你就不怕拉低了你英城校花的品位啊？蜜香，你怎么说话的？穆想想什么档次了？你把话说清楚。装什么好人呀？之前不就是你最喜欢欺负他？那是以前，他现在是我朋友。你要再说他坏话，我对你不客气。小乖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穆想想确实挺帅的，请他也还好吧。妍妍，要我说啊，你的生日会上没有穆想想，就像是可乐没有加冰块，吃薯条没有加番茄酱，吃炸鸡没有啤酒，绝对是少了灵魂。嗯，穆想想同学，下周日我在外海山庄办生日派对，你要一起来吗？小爷，我今天心情还不错，就不拒绝你了。希望有机会和你做朋友。好酷啊。那到时候等你啊。南哥，打个球再回去呗。作业还没写完。啊，我懂我懂，学习为跆拳道室争光。那我也回去写作业了。拜拜。拜拜。乔楠，今天你和穆想想为什么没有接上我？不管怎么说，你都是我跆拳道社的人。你在跆拳道社一天，我就要负责到底，不能让你给社团抹黑。而且我之前一直指认你，也算是给你教训了。对不起，你在社团这么照顾我，我还做出这种事，我真的是一时鬼迷心窍，我现在也特别后悔。我接受你的道歉，知错能改就好。还有，我是你的手下败将，输给你我心服口服。从今年起，我就没有资格再喜欢想想了。请你一定要照顾好他。什么鬼？男生的思路简直是莫名其妙，以为女生是你们的战利品啊？
有什么事为什么不能在学校说呀？你爸你哥正怀疑咱们早恋呢，万一被撞见怎么办？放心，我提前勘察过了，乔儿跟老头都不在家，罗美生也去美容了。今天这个忘记给你了。高岩的生日会，给我的？看不出来你人缘还挺好啊。哎，他生日会我每年都去，我之前怎么没见过你？他从来没邀请过我。不过他生日会确实挺无聊的，我要不是看在他爸跟我爸是生意伙伴的份上，我也懒得去。要不今年咱俩一块儿去？我不去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才是那个香饽饽，江海喜欢你，高岩喜欢你，甚至连方玲丽都喜欢你。你看看，喜欢你的人都排成队。哟，我怎么闻见一股酸味儿啊？熏脚的味道吧。行了，你也不赖啊，不仅能让化骨绵掌对你心服口服，还能让我爸给你做包子吃，还能让乔瑞。你哥？怎么了？他怎么了？我问你，我跟乔瑞如果同时掉水里，你先救谁？什么年代啊，怎么还问这个问题？少废话，赶紧回答我。我肯定先救你，毕竟你哥会游泳，你又不会。穆醒醒，你个渣女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不跟你开玩笑了，我肯定先救你，不光上次救过你，而且梦里我也救过你。是吗？嗯，还梦里见过我。嗯，说来听听，什么时候啊？梦里我帅不帅？就是河边你撞见我那次。你也别激动，我就梦见过一次。你是说我们在公园那天灵魂互换的那个晚上？是啊。你是不是还梦见我的脚被水草缠住了？对，我记得当时你脚缠特别死，我费了好大力气我才。是做了同一个梦。那天就是永远。
上，用你来握我手刚刚好，只能听到这心跳。我们擦向对方，互相感伤，相同的模样，是这段我与我和你，你的梦一场，其实自始至终。就是我的诗。